大家好，我是李易峰。时尚，我觉得是每个人对他的一个态度，每个人对时尚有不一样的理解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舒服，自己喜欢。钱包，在意，胡子会剃干净，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吧。嘴巴吧，也没有刻意的去找哪个角度。挺过瘾的，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挺喜欢看这种类似侦探小说的，像福尔摩斯这样的。没有特别接近我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其实演的那些角色，他其实都会极致嘛，冷漠一些，或者他比较热情一些，比较暖一些，跟我没有太多接近。钢铁侠，也演不了，一些特工的那种角色啊，都挺有意思的。一直有在唱歌，你像 fans meeting 啊，然后演唱会啊，还有电影的一些插曲啊等等，当然专辑啊这样的，主要是要能找到喜欢的歌曲，找到一个好的一个时间。低吗？还好吧，跟你们一样啊，就是也有听音乐的，也有查交通的、地图的、航班的。可能会去旅行，可能会待在家里。新年愿望，希望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能够心想事成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